海螺吃起来啊，指甲盖给它揭掉，大牙签插进去，然后这样慢慢的旋转一圈啊，就可以取出一个完整的海螺肉了。海螺哪些地方不能吃啊？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发绿又发紫的地方是海螺的苦胆，特别苦，咱把它去掉。这个像毛肚一样的地方啊，是海螺过滤脏东西的地方，特别特别脏。高高鼓起的这个是海螺的肝脏啊，咱掐一个小口，把海螺的肝脏给它挤出来啊。哦，肝脏吃多了会头晕啊。剩下的都是可以吃的啊。由于海螺的壳占一定的分量啊，咱用这款小海鲜给大家，用螺头肉给大家做的这款小海鲜啊，非常非常好吃，肉质很 Q 弹，有喜欢吃的整上一份吧。